来，欢迎来到 Metal Gear Rising 的游戏影片。那我们就来玩我们的乾隆谍影再复仇吧。我们就玩我们的复仇难度，然后我们的挑战目标是 全部都 S， 就代表有些关卡要无伤才有可能。虽然我已经稍微练过，而且练的有点太久了，不小心会花一个礼拜时间在那边练，练到好像频道变死人一样。好，我们开始吧。虽然我刚也在录过影，但是录影失败，因为全一幕录不了，所以这部影片可能会有上下边框，有一点点酷，没有一点都不酷，这是我唯一的解决方法。Three years, we've come so far in just three short years. The sign of a strong leader, sir. No, the will of a strong people.And one very able advisor. Thank you, sir. 不用夸了。Your team deserves credit as well. Mr. Raiden Sam. Just doing our job, Mr. Prime Minister. I must admit, I once thought of groups like yours as opportunists, enablers of war.是啊是啊是啊，这样没错。没战争，我们怎么赚钱 ？Perhaps I was wrong about these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We prefer private security providers, sir. Most of Maverick's contracts do focus on security. Yes, well, security can mean many things.There's a saying I like. One sword keeps another in the sheath. Sometimes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lone is a deterrent. Sometimes by taking a life, others can be preserved. It's the code the samurai lived by. A soldier and a philosopher. You are full of surprises, Mr. Lightning Bolt.I could say the same about you, Mr. Prime Minister. What is happening? Someone's blocking the lead vehicle. Hold on. Clear the road! This is official state business! 啊，是谁？但是我不能讲名字，虽然我知道是谁，所以我假装我不知道，所以我说是谁。性感屁。还有好的一把刀。色诱术，嘻嘻，好色好色。Who was that? A cyborg. One of our competitors? Courtney. 有啊，就是我啊，雷电。Cool. Exit comes up unaffiliated. I'll notify all checkpoints. Get all money out of there. Yes, sir.你最好的顾问不能让首相那么紧张，好不好？看他视讯的好镜头啊！我也想要在那个视讯头看。我们玩，欢迎回到来到人中之龙。
其实现在是裸体了，现在更没穿衣服，因为他身体已经被改造成这样。看起来超厉害，结果砍人超痒，完全不会痛啊！干，我们重点就是不能受伤才有 S 级评价，所以不能受伤。干，做效果不用这样吧 ？OK， 第一关我这边应该说我整个游戏这边最不会。好，成功了，这要蛮靠赛的。站位啊，因为他每次出的招式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难度主要是优势是那个可以反击，就直接一刀让他们秒了，会让他们扣超多血。所以这其实不算是最难，最难是那个 very hard， 就是非常困难。那这个难点就是被打到会很痛而已啊，应该说超痛，这一级快毙命那一种。嘿，不过好处就是可以反击一刀秒对方，这就是有练好的话就蛮好玩，蛮简单的，蛮好玩啊，有啊，蛮好玩。哇，这些士兵的攻击都比雷电高，那砍一刀那个，士兵就被切成一半。这是什么？他假装不知道。没偷技了，对，反了盾，反了，没有盾。你杀死了很多平民呢，怎么办？剪刀，螃蟹人，嗷嗷嗷！总统，走吧，走，首相。先晕倒，这样就没事了。So you're Jack. What do you wan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 want him dead. How do you? Nothing personal, of course. 促进战争经济啊。Just getting a bit too peaceful. What? Business ain't been the same since they shut down SOP. A clean break from the war economy, huh? Well, some of us like that economy.How's an honest warmonger supposed to make a living? This is your answer. Don't do it! Don't worry now. I won't. I won't. Not while he's still useful. 用来吸引你，雷电先生。So long. Beep beep.哦，雷电刚把我这 Metal Gear 就放在这边，让他滥杀平民呢。室友他想要去追首相，抛弃平民，把首相救回来，他人民的心也不在了。好，终于可以正常玩了。我最会的一段没有啊，这段耗超久的。他这边血很厚，说真的，主要是一直削他装甲，然后削他脚皮这样。然后他超爱跑的，这个难度。这个我不挡，因为挡了没用。要跑啊，没砍到啊。
你没机关枪了。就劳灾保险吗？没有啊，你是机器人。哎，我挡啊，我挡啊，我挡、啊。因为挡就可以砍他那个头盖骨。这时候他挡可以这样子砍他的小机枪的。免费的哎、欸。哦，已经砍过了，那就没事了。那不是免费，浪费时间。哎，不要跑，不要跑！你撞啊！我打你机关枪啊！信不信啊？我已经跳起来，来不及了。然后剩一个，又要跟他耗来耗去的。他现在超爱跑的。不要射我！不要射我！不要射我！谢谢你，伟大的 Metal Gear。我很喜欢他一开始的界面，他界面是四代的界面。差一点了，不要再跑了。不要撞啊！撞了我挡了也打不了什么，我现在只能削他脚皮扣血了。不要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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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不要跑！啊，当然跑啊！有什么理由不跑？是我也跑啊！那个古怪半机械人一直在砍你脚，是我就直接跳走，不会在那边耗了。口爆！足扣模式。好，你没了，宝贝，你的机枪塔全没了。看你要怎么跟你的老板讲，虽然你不会讲话。不要再射这些，你也不想要尾巴是吧？完全，你全方面都被我消亡，你全部的部位都被我消完了，你要被骂了啦吼！你知道我最喜欢这游戏就是因为这一点，它的音乐放得太好了。Хорошо, very good, but do not rest easy just yet, huh? 耶，无伤害 S， 哇，太厉害了吧！没有、啊，这前面都算简单，就一开始打那只大牛怪，还有那个三只士兵那边要反击，一次砍三四个有点难而已。我是有看到有人影片直接一路玩到底，然后这个难度，然后直接没升级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玩，他就完全靠反击，超猛。我是没有那个抗压性哦，抗压性太低了，那太可怕了。我承担不起没有防御到的后果。应该说，他每次敌人攻击，像有些会有火箭炮之类，那东西又太随机，其实还蛮吃运气的。说真的，如果无伤害的话，不过是全拼 S 啊，就包括一些小关卡了。不过他那个算 speed run， 那就没有我的事。你怎么又来了？你可以退休了，你知道吗？已经残废了啊！没砍好。如果刚砍好的话，可以直接让我扁了。不过没差。你的合金下巴没了。你的机枪又没了，虽然你刚刚修好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修的。他应该可能真的就自己修的吧。拿榔头在那边修，我靠，为什么是榔头？拿反手吧。
好可爱的大弹头，他视角很烂，那这样瞎鸡巴乱转。哦，什么动漫游戏啊？最动漫的动作游戏。耍帅失败，还以为打完，自信过头了吧？虽然你是《潜龙谍影二》的主角，也是这一代主角，可他前面很有自信的，虽然后面也是，那都差不多了。他没自信哪敢哪怎么当主角？难道他那么懦弱吗？定真师，我以为我要被烫到了，幸好。这个细节，我刚刚削过他尾巴，所以他现在没尾巴。Yeah. Nice. We. 跑不动了。如果你刚刚可以跳这么快，怎么刚刚不用跳了还用跑的呢？我们也可以跳吗？不行，虽然你们是雷电训练的，但是只有雷电可以这样跳。这一区的房子都要掉价，不要在那边乱踩。不过要成为这边的英雄就另当别论。好帅啊！好的，鲍里斯，跑酷忍者，哇哇！你们干嘛？不要非礼他。Too little, too late. Huh. Too little, too late, hero. I won't be needing my little shield here any longer. 可是翻译是另外找的，汉后，因为旧游戏中文超少的。那好痛啊！他顺便把他伤口给烫好，因为他那把大剪刀是可以那个烫。Jobs, technology, a common purpose. 不感兴趣啊，什么时候砍的？forget me, 三姆说。Stop him. You ain't listening. 恩提亚。哦，你插我也没问题。All we're saying, give war a chance. 剪辑软体强制放慢速度，就是刚刚那种抽帧画面，超廉价。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怎样，很像那个印度片。复仇。你又不用换衣服。啊，好了好了，其实要了。He's all yours, Sam. 山姆力道太大了，雷电都挡不下来。
Don't be shy. 看到你我就很害羞啊。Self-taught, and not half bad. Still. 这边一定会被砍的，基本上砍不赢。这边是做人物介绍，给你看我们的山姆有多屌多猛，我们的雷电都打不太赢。雷电不算弱啦，只是对手太强。我不然怎么当二代主角？啊，我没有，我没有。It yearns to bathe in the blood of your enemies, but you hold it back. No. My sword is a tool of justice. 小朋友宣言，为了保护民众啊。这招真的太屌了，而且他那个算是有那个里面有加火药啊，他算是直接在里面开枪，然后拔刀速度更快，咚跑出来，然后再加上他本身的力道，然后挥的就会很舒服。Red, are you alright? 啊，他怎么打不赢啊 ，Daddy？ 那我自己跑到通道好了，通道，结果山姆爹地。我自己去通道外面，不用麻烦了。好了，让我们结束吧，因为他一定要砍我才可以结束。快点打我，失血过多哦。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bring a tool to a sword fight. It's over.Lucky devil， 哈哈，故意不砍你，留一手。Get you waiting, huh? Snake， 没有 ，Snake 不在这兒。有钱的警备色，身体输变太多了。不要看雷电这样很弱，人家二代就可以用，还没被改造前就可以就可以拿刀挡子弹的。死太好，太没力了。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就一关一集吧，所以可能有时候会到一小时，因为可能主要是动画太长，还有我打很多小关卡，因为小关卡一定要打才有 S， 还有无伤，然后有几关是无法无伤的，就像这一关。有些是我烂无法无伤，但是还是有 S 啊，哈哈。好，那我们就先这样，我们下期再继续。
听那些好歌，拜拜。